大家的参与，重点要看不要违规讲话。那这个红色线是安全栏，有没有？千万不要冲进来 ，OK？ 因为表演蛮危险的 ，OK？Thank you.
台湾人，不是外国人啊。OK， 这我的兴趣这样子。如果不然还可以的话，前面有个帽子，给我一些支持，然后做更多的事情。前面有我的名片，可以上网查，我去。